喂，老欧啊，嘿嘿，我可有好消息跟你说呀。说。我说两位兄弟，我这次来上海比较匆忙，又得你们二位左右保护，非常感谢你们。但是呢，我还有一点小事情，需要劳烦你们二位再帮我个小忙。李先生，您太客气了，有什么事儿您尽管说，只要我们能够做得到的。太感谢了，不过您放心，是件小事。20几年前啊，我随家父来上海的时候，吃过一种南方特种的熏肉脯。这种味道呢，一直深藏在我记忆当中。现在家父不在了，我这次来上海呢，也没别的什么愿望，我只想找回这种熟悉的味道。我想起来了，你说的一定是秦记肉脯，他们家现在在上海非常有名，已经不是当时的小作坊了。对对对，好像是叫这个名字。他们家的肉脯啊，确实好吃。不但用料十足，而且汁多，香甜。李先生，您不知道，在这大上海啊，只要是吃的，没有他不知道的。那如果方便的话，就劳烦二位帮我这个忙了啊。李先生，您太客气了，这点小事儿，我们还是可以做主的。那太谢谢了，钟毅啊。什么什么肉铺在哪儿啊？哦，秦记肉铺在这儿附近的，应该是在南阳路附近有一家。南阳路？对。尤老二，你听着，不行，那个樱花茶道馆在日租界，咱们没必要冒这个险。一点都不冒险，啊！打死他归游成因，他也想不到这姓张的会带咱们去啊！咱们进去杀他个措手不及。嘿嘿，只要他一死，这李先生就安全了。那你要是咔嚓不了呢？那样咱们不仅会身陷险境，而且那个归游成因还会认出咱们的样貌来，这些都是麻烦事。哎呦，我说老欧哎，你现在胆子怎么越来越小了？啊，那日租界怎么着？咱连天皇特使都能杀了，还怕杀不了他一个归游成因呀？于老二，你给我听着，我说不行就不行。赶快把那个张警长给我打发走，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过。哎，行行行，我不跟你吵啊。你要是不敢去啊，我于二爷自己去啊。我非得让这归游成因见识见识他于二爷的厉害。哼！这是5块钱的啊，5块钱的，来。谢老板啊！好好好，好吃好吃，来啊！肉香四溢，口感鲜嫩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肉香四溢，口感香嫩，走过路过您不要错过，欢迎品尝。行，来来来，拿过来了。秦记肉铺，口感鲜嫩，肉香四溢，走，欢迎品尝。走过路过您不要错过。秦记肉铺。怎么样啊？还行还行，兄弟，是不是有消息了？我跟你说啊，人呐，我给你找着了。真的？哎呦，兄弟，你也太神通广大了。那这样，你告诉我他在哪儿，剩下的事儿就不用你管了。什么意思呀，老张？嘿，你也太不地道了吧？过河拆桥是吧？没有没有，我于二爷告诉你啊，你带我去见那个归游成一家，我自己亲口告诉他。你这不截胡吗？这不规矩吧？哎呦，你可得了吧你，什么规矩不规矩的？你放心吧啊，我不会跟你抢功劳的。
走火。嘿，我呀，就是想跟那小日本子拉拢拉拢关系。对，就是这个味道，就是当年的味道。老，太好吃了。没买错就行。钟毅，哎呀，没有人跟你抢，你慢点吃。瞅你那没出息劲儿。老，哎，老，小叶，你过来。老，等会儿。没什么事儿，你照顾好李先生，小叶跟我走一趟。注意点。周一一个人看着他没问题吧？应该没问题。李先生，请坐。枪带了吗？带。你说这个于老二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，赶快走吧。站住！干什么的？啊，兄弟。我是巡捕房的张警长，哎，这是证件。程一先生知道我要来的，他是干什么的？啊，他呀，他也是程一先生的朋友。进去。杀掉了鬼友成义，他根本脱不了身。气死我了，说什么都没用，快！成义先生，你们找的人有下落了。Andrew Zhang， 安朱张，是 Andrew Zhang， 安朱张。我今天来
是特意为我这两位洋人 friends 好个公道，叫你们经理出来一下。对不起，你说什么我听不大懂，我去叫我们老板。好，哎，您等着。是谁要找老板啊？就是这位安朱章。怎么，你们是来砸场子的 ？Right。这两位洋人朋友在你们这儿吃了亏，我今天来是要给他们争回面子。你是老板吗？哼，我比这儿的老板说话还要管用。 Well， 你敢不敢跟我赌一次？如果我赢了，你还有你们必须 apologize to my friend。 You know？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。哦、sorry， 是道歉。道歉？那你要是输了呢？我输了，我再也不来这儿打扰你。 Forever。 好，一言为定。上来，坐着吧。这肯定是让我们颜面扫地。嗯，对，搞不呢。高手，他要不是个高手，倒降低了我的身份。说吧，怎么个赌法？我不想浪费时间，玩点简单的 ，blackjack。blackjack。
这强龙压不住地头蛇呀，在上海滩咱还怕他呀？给我闭嘴！老欧，我看看。嘿，哎，还有，伤口好像不太对，刀口上应该有毒。啊？哎呦，哎，老欧，哎，没事吧，老欧？咱们赶快去医院看看。啊，对对对，赶紧去医院，走走走走走走。应该没事，赶快离开这儿，这是热战区。快快快，走走走走走走。这位小姐，你好像是在说，那就请您先下注吧。500。你怎么？小姐果然自信，有魄力。不好意思，看来今天幸运女神是站在我这边。小姐，如果你想哭的话，我这有手帕，可以给你用。什么事啊？手帕就不用了。你的古龙水化学香精太重。接着来。看来小姐对香水很有研究，一看就是大家闺秀。只不过牌技差了，少了点 lucky。八牌。恭喜两请。郭东啊，郭市长，您真是，谢谢您，谢谢您，不用谢，不用谢。哎，谢谢您。哎，拿着，小王啊，这毛毯的数量好像不够啊。啊，是这样，您家少爷呀，曾跟我提过他想要一些毛毯，所以呀，我就给他留下了些。他要毛毯做什么？这我就不大知道了。好，赶紧通知工厂，加紧赶制。钱不是问题，必须保证大家每人一条毛毯。谢谢，好，谢谢大哥啊，郭局长真是好人。谢谢局长，拿着，谢后边。好，谢谢，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。来来来来，哈姐，要不我们结束吧？在您的赌场上，输光了是很没面子的。张先生，赌场的规矩，愿赌服输。既然我敢跟你赌，自然我就不怕输，更不怕丢了面子。
还是请你看好自己的牌吧。OK， 给我。张先生这么有自信，不如我们玩把大的，一局定胜负。哦，你把你牌面上的筹码全压了，我照跟不误。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胆量？小姐，我说好听了，你是破釜沉舟；说难听了，你是自暴自弃啊。这么多人都看着呢，我实在是担心你。那就是说你不敢了。我喜欢你，喜欢你这份魄力，再加上你与众不同和美丽的气质。加牌吗 ？No， enough。那就请亮牌吧。啊！真是够大的。没办法，太可惜了。这个手帕我倒是没有，不过出门右拐倒是有个公共厕所，勉强能让你洗把脸。小姐果然厉害，但是我喜欢。兵书的心腹口服，责任我再来向小姐请教。哎，你等一下。别忘了出门右拐。
小桃，老爷，去给我盛碗汤去。是老爷。老爷，您的汤。少爷，你还站着干嘛？你快坐下，跟老爷一块吃饭吧。哎，少爷，老爷平时特爱吃这鱼头，你还不给老爷夹一块？我自己夹。大嫂，你去忙吧。你要的毛毯在我车里，自己去拿吧。喜欢的颜色，一人给你们挑了条毛毯，晚上睡觉可暖和了啊！哇，来，快，大家谢谢欧叔叔，谢谢欧叔叔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你欺负别的小朋友没有？没有，没有。我被有个给欺负了。谁呀？我被踩了一脚。小朋友们，金老师要走了，跟我说再见吧。金老师。老师，那就辛苦你帮他们复习复习，没事啊，放心吧，去吧，都去吧，来，大家来去弹钢琴吧，来，别调皮啊，大家钢琴旁边坐好啊。晴曼，为什么要躲着我？我没有躲着你，我最近太忙了，没时间跟你见面。看见我来了你就要走，不是躲着我吗？你是来看孩子的还是来找我的？我们之间有那么陌生吗？我们很熟吗？我在你心里连个熟人都不是，对吗？金曼，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儿？没什么事儿。不可能没什么事儿，没什么事儿你不可能这样对我。如果没什么特殊情况，你不可能和日本人混在一起。我相信你不是那种人。恐怕要让你失望了，我就是这种人，欧先生。我有我的生活，我有我的原则，我的事情不需要别人管。
师傅，快点！你心里有我，我知道，你骗不了我。别说了，师傅，快点！你没事吧？师傅，快快点！来人，程毅先生，迅速前往城区内的各大医院，寻找有剧毒迹象的。马上。嗨嗨。医生，医生，老公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快救救他！他可能中毒了。他的伤口是怎么弄的？我不知道。病人病情十分严重，伤口已经感染，有明显的中毒迹象。赶快通知手术室，马上进行手术。啊！情况怎么样？手术还在进行中，现在还不好说，你再耐心等一会儿吧。啊，谢谢啊。这里是医院，你们干什么？小声一点。有没有看到一个中毒的病人？说有没有？在手术室。知道了。在那边。哎，你怎么进来了？医生，对不起，手术需要暂停一下。现在暂停，病人会很危险的。外面都是日本人，他们是来抓我们的。我现在必须要把他带走。可，大家都是中国人，我希望你们不要把我们的行踪告诉他们，大家帮帮忙，拜托了。医生，麻烦你帮我把窗户打开。我问你，人呢？从窗户走了，还不快去追！快快快！他是一个人吗？啊，他是一个人吗？还有个女的，什么样的女人？没看清楚。你在撒谎！我没撒谎，我的注意力就在手术台上，我真没看清楚。一个女人怎能拖得动一个大男人从窗户外逃走？那个女的进来的时候很紧张，她苦苦哀求我们。让我帮忙，
我们就帮他，万一把他从窗户送出去。是啊。进来的时候很紧张，我们就帮他，把您赶紧从窗户送出去。真没看清楚，我注意力都在手术上。小姐，您看这个漂亮吗？不行，去画。小姐，您觉得这件怎么样呢？这个也不行，去画。小姐，您看这个呢，这个好看吗？不行不行不行，去画。小姐，这件怎么样呢？不行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也不行。你们有没有看到啊？这种花色，这种面料早都过时了。小姐，老爷说订婚仪式还有一段时间呢，咱们慢慢挑，其实不用着急的呀。是呀，谁说不急了？
你们有没有看到，玲珑杂志上面这些都是最时髦、最抢手的，看到没？好不好看？好漂亮呀！我一定要让爸爸去香港托人买到才行。我呢，就是要穿这种全手工定制的蕾丝婚纱。是是是。如果天泽哥看到我穿到这种婚纱，肯定觉得我特别漂亮。喂，你好，这里是欧府，欧天泽在你家门口，他受了伤，不过现在没什么事儿呢。我在他旁边放了药，按时给他敷药。